上班第一天，好开心呐！老板给我安排的活轻松胜任。哎呀，扣啥上了？还有意外收获呢，好像是石油。这下老板得咋感谢我吧？你那老板可真好，我这就抠破了个小水管，老板就告诉我滚蛋，工钱都不给我开。你俩咋这么沉不住气呢？忙啥告诉老板呢？有事儿就解决事儿呗，我就不信我还堵不住他。对呗，遇事不要慌嘛，这凉哇的洗个澡多好啊。咱就说光洗这台挖沟机是不是得百八的，小账你也得算。哎呀，你们那都是小事儿。哎，喂，老板子，我好像给地球大动脉给挖漏了，你看你是不是得过来一趟啊？你自己解决吧，机票我都订好了，马上起飞了，拜拜。解决就解决呗，大动脉漏了，找到心脏不就有办法了吗？哎呀妈呀，完了，这心脏做十个支架也不好使了，完犊子了，跑吧，没有别的招了。哼，还想跑？我抽死你！你肯定跟我不是一个学校毕业的。哎呦我的妈！